wish.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I'll make a wish come true.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I'll make a wish come true. Hello, 大家好，我回来了。大家认出我今天谁了吗 ？Happy Halloween！ 我今年是茉莉公主。我因为想办茉莉公主办很长时间了，因为她很像中东人嘛，所以我觉得我把自己涂黑一点可能还挺像的。今年我是茉莉公主，翠哥是阿拉丁，我们正好去看了那个 play， 我们俩很喜欢中东的梦，所以今天呢我们还要去香港 party。 但给大家看看现在就是我这个茉莉公主的造型，这件衣服比较显我胖，因为它露肚子了，这底下是一条裤子，很性感很性感，但是满大街的人都会穿的这么性感，所以而且这件衣服是奥利亚给我买的，从美国寄回来的，所以非常不容易啊。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妆容呢？看颜色、眼睛和这个都很配套。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想知道我怎么把自己变成茉莉公主的，就接着看吧。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画 Princess Jasmine 茉莉公主的这个妆。我现在头上放的都是那个 hot roller， 去那个电卷，把我头发卷起来，然后蓬松一点。好，那首先呢，我就要擦上一点妆前乳。我用这个贝玲妃的 Benefit， 我给大家看我身上穿的这个也是茉莉公主的衣服。本来我想买淘宝上的，但是那个用 Olivia 的话讲就是不够骚。他觉得不够性感，所以他就帮我买了一个，然后给我寄了过来，觉得还挺可爱的。 OK， 现在画完这个之后我开始画底妆。今天呢，因为茉莉公主她是中东人嘛，所以有点卡戴珊那个感觉，所以我会修容重一点深一点的颜色。我会用宛若天生的这款粉底，我用了稍微深一点的色号，其实也不是很深，因为我没有这款色号是 Porcelain， 我会把它混上一点Double Wear， 为了让它时间长一点。这款的色号是 1C1， 有一点太浅了，所以我就要把它混一下，shake 一下。好，我就为了能让它时间久一点，然后把这两款粉底混混混混混混混。其实这个还是不够黑，因为茉莉公主是中东人，其实她应该是非常黑的。为了显黑，我在身上已经擦上了 Rihanna 的那个 Body Lava， 我把它浑身上下擦满了，这个 Body Lava 已经擦完了，现在就开始画脸了。因为我肯定会修容，因为要制造中东人那种比较混血的感觉，我真的是需要黑一点。狠狠修容好了，你看这个 Double Wear 和宛若天生混起来，真的遮瑕能力很强很强。我再把这个拉近一点，让你看更清楚。好，这个画完之后我们开始修容。今天修容用两个修容棒，一个是 Jordana 的这款， Jordana 的修容棒我用的是03号 Deep 最深的那个号，然后呢我再用的一个修容棒，再用的修容棒呢是这个艾丽小屋的这款双色修容棒，这个主要是用来修鼻子的。我们先用这个，今天修容可能会很狠，因为我一个是让我的皮肤看起来黑一点，更像茉莉公主，再有呢就是为了能显示出中东人的那个骨骼的感觉，中东那种橄榄色的肤色才可以。到最后我还会用那个 bronzer 将我的脸再加深一点。好，然后我们用这个修
现在我们开始画眼影。首先我们用中性一点的颜色，还是用的这个 Natasha Denona 的星星盘，因为它整个茉莉公主的妆容是那个橄榄色和就是充满了像珠宝那种珠光色混起来。然后我们再拿这个颜色，这边这个颜色，这个叫 Attic 我也不知道。然后最后呢，为了让眼窝更深一点，我们换小一点的刷子，还用这个星星盘，然后非常深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叫 Earth 地球。哇，像这个颜色，我是不是占了我的脸？怎么那么深呢？不要管它。均匀了，我拿这个 MAC 的一个已经都变成这个样子的这种修容膏，我把眼皮整个涂上这个修容膏。当然如果你有小刷子，你可以用小刷子，我就直接用手了。然后涂上修容膏的地方呢，我再用刚才那个提亮的那个棒棒。最后呢，这个盖上粉的同时呢，我们还用这个白色的这个那它是那个盘里边的这个颜色叫 cream， 再给它盖上粉色。我打开这个盘，然后用最像茉莉公主的这个颜色和这两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叫Golden Aquamarine， 在上面是这样。我们把它一点点全都 dab 在眼皮上，用手吧。刚刚用那个刷子不好使，我们先用手把它擦上去，然后再用刷子补。我觉得这个跟我身上的衣服比，稍微发一点绿。其实我希望它更蓝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现在没这个颜色，就先这样吧。知道现在看起来像神经病人一样，但是不要怕，待会儿一切都会好的。然后，为了让它定妆持久一点，我先喷上。哎，我的 All Nighter 去哪里了？我的 Urban Decay Urban Decay All Nighter 拿回来了，这是我新买的那个新的。我们把它取出来，然后喷在我这个小刷子上一点，然后我们再把它拿回这个 Aquamarine 的颜色，把那个手指没有擦到的地方用这个去擦。喷上出的颜色更猛了。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有点珠宝色的这个绿色，这个颜色叫 Emerald Green， 然后放在眼睛的中间让它更亮一点。我们再取一点这个颜色放在眼睛底下，然后眼睛上下的珠光宝气。现在你如果觉得我像鬼不要担心，万圣节嘛，本来就是鬼节。好，哇，出了一身的汗。OK， 这个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会再把那个空隙稍微的压深一点，让我的眼窝显得更深一点。然后我们换一把小刷子，然后打开星星盘，这里面接着用 Earth 这个颜色，稍微绿了一下，让觉得眼窝深一些，稍微绿的上面。按一个小扁刷子倒在那个绿的底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换一个小刷子。我知道你觉得很像鬼，不要笑， ain't over， 还没画完。然后用 Wet Wild 是有眼的这款它是修的高光盘，用这个颜色 Sweet Peony扫在眉骨上。你们不要笑我，我知道我现在像被人打了，但是等一下就好了。我们再换一个更小一点的刷子，还是用 Sweet Peony。 感觉我在用化妆品和泥。先这样。OK， 现在我们来画眼线。
你觉得我现在像疯子不要紧，一般都是这样。你在没有画眼线粘睫毛之前就看起来像一个 crazy person， 但是你都画完了就会好了。眼线我们用 Mistine 的这款啊，因为 Jasmine 中东人的眼线是很粗的，所以不要害怕，往上画挑上去，很黑很粗的一款眼线，这边也是。眼线画了，我们现在粘睫毛。今天睫毛呢，我们会用夸张一点的。上睫毛用这个 M Mascara 这款叫 So Cara， 很大的。这款睫毛不好的地方就是胶的这个要求很高，就挺容易开的，所以我们还得注意一下。今天胶呢，我用这个 Dual 的这款没有颜色的，我们用多一点，因为它这款胶粘合能力真的不是特别的好。我们会把这个稍微剪短一点，你按照自己的眼睛的长度剪就可以了。一般是前面稍微剪一点，这个粘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可以多粘一点胶。先去粘完了再回来好了。OK， 我回来了，现在睫毛粘好了，是不是看起来没有那么 crazy 了？那下一步呢，我就是再往脸上擦点粘粉。香港好热，苏明的身上出了一身汗，现在妆真的是很厚，但是 that's the point， Halloween 嘛，不要紧，厚一点不要紧。Yeah. 好，我们再用 Hourglass 这个粉擦满全脸，就是为了让它出现 Jasmine 那种好像被太阳晒过那种发光的皮肤。然后还没有完哦，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我的全脸像晒过一样再黑一点，我们就用这个 Afterglow， 这个是这个牌子叫这什么牌子？这个好像是 Makeup Revolution， 哦不是 Barry and Afterglow Light Bronzer。崔哥正在给我们叫饭吃，吃什么晚上？管他，让他去决定。好，然后最后一步呢，我们还要擦上高光。今天的高光，我决定，我考虑很久擦哪个。我觉得我们还是用这里面 Sweet Peony 吧，用特别特别亮的这个，因为更夸张一点。Sweet Peony， 擦在鼻尖。今天的妆当然不可能是日常的派对，但记住今天是万圣节，我现在是茉莉公主，不是 Tracy。 好，这个 OK 了，最后再擦上嘴的颜色。今天呢，我们用两款，一个是 Tom Ford 的这个69号，还有一款是我有好几个这个娇兰的这款，这个的颜色是65号，65号这个再加上那个、再加上 Tom Ford 的69号，我先擦这个，色有点干，应该先擦上点唇膏护唇的，来不及了，就这样吧，赶时间。然后最后再擦上这个69号，两种颜色混起来，它是一个玫瑰色很浓的颜色。 OK， 我们还需要什么？哦对，还需要还需要我们的 blush。Blush 今天用 California 和这个两种颜色，可以多一点，不要怕啊！现在是 Halloween， 此事不疯狂，更待何时呢 ？OK， 妆化的差不多了，然后最后我们再喷上我们的定妆喷雾 ，Urban Decay All Nighter， 多喷点。上面还得弄成 Jasmine 的头型。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眼影，你可能现在觉得我像个鬼，但是这就对了，来擦了我眼。等它全程干了，我会再敷一层粉，现在我就去把头发弄好再回来给大家看。 Hello， 我回来了，亲爱的，觉得我这个 Jasmine 的造型怎么样？给你看一下啊，这个是画报上 Jasmine 的造型，我除了头发短一点，这其他的还挺像的啊，还是可以的，大家看看，叮叮叮叮叮叮，超开心的。现在呢，我要去给翠哥化妆了，看看她这个 Jasmine 化妆怎么样？看眼睛是这样的，是不是很
有珠光宝气的感觉，我现在是个中东的公主了。你的今年 Halloween 要穿成什么样子呢？别忘了留言告诉我，然后也告诉我你们喜不喜欢我这个中东人的妆容。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我很像中东人？我要坐着我的飞毯飞了。用到的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其实眼影的话任何的这种亮一点的都 OK， 就是我因为是正好这个颜色的眼影只有呢它是 Denona， 我就用了它，但是任何的相似的都 OK。 真的我现在西游不要理我，万圣节真的是一年一度我最最喜欢的节日，我每年都不会放弃就是穿这么好看的戏服然后出去的这个机会，所以希望大家都去dress up， 每年这样生活才多姿多彩，也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教你们化的这个妆，回去你也试一下好不好。今天圣诞节你们打算都干嘛？不要留言告诉我哦。那我待会儿还给你们拍 vlog， 我跟雀哥待会儿出去还要给你们看看他阿拉丁的那个服装，也是不错的，好吧。那别忘了在各个 channel 上关注我，微博、微信、小红书啊，还有油管，还有 ins 都来找我好不好。 Love you guys so much. Happy Halloween everybody. Bye.